继续乱想，他一定会说我无脑。 我起来，我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跟你讲。李宇轩，君，我是李宇轩，你给我看清楚。 重要的事情一大早跑来我们家找佩佩啊！哎呀，他们哦，肯定是有什么新的发展。我的第六感一向是很神准的，而且这月琼说的很准啊，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天生一对。不可能啊，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，我选俊凯。哎呀，一般朋友有像他们那么亲密的吗？你不要再嘴硬了，直接承认是我赢了。 你要知道，他们两个从小就在彼此的房间这样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的，这叫什么亲密啊？顶多只能说是他们是青梅竹马的玩伴。玩伴？玩着玩着就玩出感情了嘛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不小心的跟那个李大同啊住着那对门，他还想到我们亲家，免谈了。嘘，小声一点啦。
我都听不清楚里面在讲什么了。讲什么？昨天晚上的那个什么那个，就是那个就只是俊凯求爱大作战的其中一个环节，所以总之你不要想太多，因为我们昨天太投入了，所以我们就自动进入到了一个模拟约会的模式中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昨天那个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然后你不要误会，我不会喜欢你。你不要自作多情好不好？我是会因为一个吻就想太多的人吗？我又不是没什么经验的小女生。我就知道，又来了。什么又来了？就跟高中一样啊，亲了我又不承认。明明就是你先亲我的，还突然翻脸，莫名其妙。反正昨天的那个吻就跟高中的一模一样，毫无意义。就算我们亲100次，我都不会爱上你。很好，我们达成共识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你会有什么浪漫小剧场啊。我们之间绝对不可能。这句话应该由我嘴里说出来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出去就出去。一脚两脚三脚行。哎，宇轩要回家啦。爸妈，再见。哦，他们到底亲了几次？亲10000次啊？那要亲多久啊？哇，看来他们真的是天生注定的。我要赶快跟圆圆说这个好消息。阿坤，哎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休息的。身为主委的我，应该要替中高龄的住户多做一点事。跟老师这么一跳，哎呀，我都觉得我又健康又年轻了呀。我想要从60分变成90分的完美女性。李宇轩，帮帮我嘛！嗯，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不喜欢就不喜欢嘛，有必要这么用力把我推开吗？我又不是病。